亲爱的宝贝们，忙了一天，我终于下班了。下班后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卸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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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把皮肤清得干干净净。哎，今天给大家卸妆的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益生菌的卸妆水，特别特别的方便，而且卸得特别特别的干净。哎，这个泵头这样一挤压，化妆水都在手上，哎，不会倒得过多。看啊，我卸妆特别干净，来看到吗？看到没有？益生菌的卸妆特别的方便，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？告诉大家，如果你皮肤很敏感，卸妆的时候你最害怕什么？过度的搓揉对你的皮肤不好，你一定要一边卸妆一边养肤。这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卸妆液，非常好用，可以很干净的清洁，而且卫生，直接这样打出来一擦就掉了。我今天一定要教大家你们如何选用自己适合的卸妆水。那如果说你的皮肤呢比较敏感，对不对？然后过度的搓揉对皮肤不好，今天推荐大家一定要用这个养肤的，里面含有益生菌的卸妆液，非常好用，很适合各种类型的皮肤，油性啊、干性啊，尤其干性跟敏感肌你一定要用，含有益生菌的卸妆液，非常的好用哦。你看这里可干净哦，又干净又漂亮，而且还养肤哦，推荐给大家。